干花需要水养吗？干花是可以进行水养的，首先要选择合适的花瓶，选择水质一定要清洁卫生，用纯净水是比较好的。将干花进行修剪一番，这样有利于养护的更久一点。将干花插进水瓶中，保持勤换水的措施，每次换水的时候可以适当添加一些保鲜剂。干花可以进行水养，首先是要选择合适的花瓶，一般来说最好是不宜过深、口不宜过大的花瓶为佳，这样在插花的时候让植株在水中生长得更加充分，花色保持鲜艳的时间也更为长久一些。